上有香港呢又去露营啦。我哋今日嚟到呢就係又係一个政府嘅官方嘅露营营地之一嘅，就係位于大埔大美都入少少新娘潭路嘅冲背营地啦。由于呢呢度呢又係交通工具非常容易到达嘅地方，所以带咗好多嘢。我哋对住嘅就係超靓嘅船湾淡水湖，真係好靓。要留意返嘅呢就係呢冲背呢其实呢就係有架20R 嘅小巴呢可以喺大埔墟站嗰度搭嚟嘅。但係呢非常之疏，一个钟头先搭一班嘅啫，所以最后我哋搭咗的士入嚟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去搵位啦。今日星期六，唔知多唔多人呢。已经辛苦，终于都集完啦。啊，太迟嚟啦，因为12点几一点先嚟到咧，加上星期六啦，咁所以咧依一个营地咧，其实咧都好多梯级式，一级层层咁样样嘅，上面嗰度咧都俾人霸晒，咁所以得翻下低呢个位啦。咁但下低个位咧，全部都石头嚟嘅，全部都落唔到钉，所以见我全部都要拉晒啲绳，就系咁解啦。连厕所都冇水喎，今日唔知点解。跟住阿姐话晏啲会有，叫我哋用着红色个桶嗰啲水，所以买住啲茶顶档先。估唔到今日都算几好天，呢几日咧超大雾啊！咁我本身都谂住今日应该都会落雨噶啦，依度全部都石地啊，真系超级超级，全部都落唔到营钉啊！咁都叫勉强扎到个天幕再加个营，我觉得下次咧戴天幕真系唔需要戴个咁大嘅营，呢个营有啲阻钉。在有限的位置你就会觉得它大得滞，因为如果有天幕的话其实就真的不用要一个厅的。今次有新产品电泵，试下这个电泵是不是真的可以泵到的先。是啦，这个电泵另一个用途就是长按一个营灯来的，但我不是想要营灯。吃饭先。Two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。咦，好像不太啱喎！喺屋企试嗰阵咧，系多咗个枕头，因为佢有几个 adapter 噶，咁咧我就揀咗个同枕头啱嘅 adapter。咁我谂住大家都迪卡龙啊嘛，哇，咁先系正確噶嘛。系，唔用个手好似好啲。人类总是重复犯相同的错误。完成，结论是这个泵都挺好用。我决定入去铺一铺我的寝宫先，转头见。15 minutes later， 差唔多10分钟啊！
开个滴滴水。太熱了，喝不到。今晚吃火鍋，準備去洗嘢先，唔知而家有冇水咧？我見啲人好似洗得幾成功喎。哇，健康之選，秋葵豉啊！Hello， 我哋兩條友食28條秋葵，然後咧，我買咗 pack 大葱，好似係日式火鍋必備嘅嘢，叫個煲大葱嘅。有四大哇，清脆的切葱声。好似切茄子咁，我依家呢个切法。今日呢个系日式寿喜烧火锅。怎会少得肥牛呢？安格斯雪花肥牛好似好正咁。介绍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先？我哋今日有秋葵28粒，三嚿大菇菇，豆腐一樽，大葱四大条，芝士流心，鱼蛋蛋，再加安格斯肥牛。哇，好多嘢 ，wonderful。有依罐來老嘢啊！呢罐係咧10月嗰陣去克羅地亞買噶，然後咧一直咧都冇飲到喎。咁嚟露營打住邊度？就梗係飲罐 apple cider 咯，超大罐。冚氣！哇，滾啦滾啦滾啦！快啲食嘢啦，快啲食嘢啦！水滾啦，水滾啦！Early the next morning.
早晨啊，起身啊，黐线啊，昨晚简直系恐怖啊！喺新娘潭路隔篱瞓觉咧，由两点钟开始就听到飞车声啊，嘣嘣嘣，跟住粉完一轮之后咧，跟住咧最劲系六点钟 non stop 咁无限飞车。呢、这个就是呢个营地最唔好嘅之处啦，所以咧，点解呢个营地咧，即系你话好多人系多人嘅，咁但系咧又未至于系好富，咁可能就因为啲人都觉得新娘潭路系飞车圣地，所以真系嘈到不得之了。今朝早餐系咩呢？就系咸牛肉蛋多士配手冲咖啡。大厨应该要找左手烤镬嘅。咁快執完嘢啦，好啦，記住帶走自己嘅垃圾，還原翻同之前一模一樣嘅地方。今日艾雲遊香港，充滿露營遊到呢度啦。中意我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撳埋隔離嗰個鐘仔，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